今天天气非常的温暖，在阳光之下呢，我们快乐义工队呢再度的来到孔庙面前呢，和大家共结善缘。希望在这元宵节的才刚刚未过七夕的当中，然后带给大家一个小时的欢乐。首先呢，我们在此呢，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所有的同学及所有帮人，来热烈掌声一下。好，我们团体呢，少林寺有很多的武功。这些武功都是自古以来让我们能够麦克风，所以我们在这武功当中呢，能够让我们静心体会到人与人之间身体强壮以及武术的创办历史。所以我们今天首先开场台呢，就由我们快乐舞群带来一首好看的练武功的舞。我欢迎快乐伙伴的演出。练武功，掌声鼓励。